这个淑娟在环境运动界的人脉之广，从今天的来相挺的人就可以看得出来哈。来，拍谁？现场很多是我的先进哈，但是我年纪虽然这么大，但是我刚加入的时候，我都说我是环保幼稚园哈，尤其。我当初都说中心我是你的粉丝，因为中心他是鬼点子很多的人。然后我为什么会去注意到环境的议题，是我们那边要盖变电所，然后我刚从国外回来的时候，我从来不认识任何环保人士，所以我是基于在国外的那种人权的那个意识蛮强的，所以我就自己去走社区啊，去发起那个反对的那个联署书。然后结果我这样子奋斗了几个月，我竟然是很意外的，我在最后一场我邀请到了陈娇华老师，然后陈娇华老师给我带来了超级巨星何中勋来，我那时候我真的很惊讶，然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也没有准备什么名牌，就临时拿个印纸板然后写何中勋，然后我自己到现在还觉得对他很抱歉，但是呢我们就是这样子七八个月我们抗争变电所，结果我们成功，也就是说在最后一场陈老师问我说，你为什么你们的这个案子会成功，我说就是 timing 啊，时间啊，因为在如果说一个公共设施在还没盖之前，你要赶快站出来，你如果没有站出来，你被他盖了，你怎么抗争就很难了，那后来呢陈老师就引诱我，可以这么讲，他说你要不要来听听永阳案，我那时候都不知道什么是永阳，因为我在2009年我抗争变电所成功以后，我自己就有一个励志，就是说我要把我所学的电磁波的东西要去分享给一些自救会。那突然跟我说你要不要来听水的时候，那个水的议题我完全不懂，就第一次听的时候，我都听徐律师在那边力争啊，然后。那个陈老师他们讲的，我真的都不傻傻，然后有点打瞌睡，你知道吗？可是后来我还是很认真的把它听完。但是到第二场的时候，我就开始进入状况，然后等于说那个在专家会议的这个整个过程，事实上我是参与后面的。那有一天陈老师是叫我去那个去买图，去那个航照图。那这一段就淑娟她就不适合在她书上写，因为这段是我自己经历的，就是说在买这个航照图的时候，因为在诉讼中他们对方也要有航照图，那事实上两个拿的都是一样啊，你要去怎么证明说永阳他在买了这块土地之前他根本没有另外一条道路，他那个道路他就一直骗说他有两条路的，那这样他就可以盖那个掩埋场，结果两个单位，我们这边跟他们都拿着土，都是一模一样的。那我就想说，那怎么办？那结果就在跟那个闲聊中，那个烧土的那个小姐还蛮好的。我就跟她说，台湾怎么没有那个像那个电影那个全民公敌，走到哪被跟踪到哪，被照到哪里？就她说有啊，在那个中央航遥测中心。所以我跟各位分享的是说，当你们在找不到那个我们的航照图的那些的东西的时候，其实在中央大学的遥测中心有，他是说921地震以前只有他们有，然后我们那个农委会那边嘛，就是说那个航照图那个他们其实主要921地震是以后他们才有，所以这就是一个尝试。然后后来就我们就握有这一个那个很致命的，就是说这一本书其实你们后面给他看，后来就是这些土，陈老师就是透过关系去买了这些土之后，那土很贵很贵的，然后这也是很大的证据，因为照到说在永阳这个掩埋场还没买的时候，还没有买这块土地的时候，其实只有一条路，根本没有两条路，所以等到后来成功了。可是在最后那一场我还记得他们这些因为整个过程都是他们非常了解，所以许医师在那跟他抗争那个水的那个后水系数的时候，我根本还其实也不懂，可是我就抱着一个说我们要跟敌人打仗一定要知己知彼，然后因为他们的故宫是要换人的，所以这一段
也是书上没写的，就是说我自己就去上网去搜寻说这个顾问公司到底是谁，就这很巧的是这个顾问公司是一个从国外回来的，所以他就写的很感谢上帝说他们现在可以在环保署有一个驻站，然后他的字里行间里头都是一直感谢上帝，那我就知道说这个人是很虔诚的基督徒，我连他是哪个教会都把他查出来了，可是我不知道我这个是要什么时候用的，因为我要知己知彼，我只是要了解。就在最后一场的专家会议的时候，他们就是拿那个模拟系数一直说那个水根本不是往村庄走，他们竟然可以说水是往高处流的，然后这些专门在跟他拼的人就把话都问完了，然后后来他的主席就问说还有没有大家还没有问题，我就突然想到上帝，其实我是佛教徒，我就问那个顾问公司说，那我请问你，你一直说你那个模拟系数你那个水的问题，你请你摸着你的良心对着上帝说你那个模拟是真的还是假的，这时候我把上帝抬出来很有用耶，真的，他就支支吾吾，后来然后我就又故意丢了一句英文说你刚刚说那是很模拟系数是很 complicated 很复杂的，你自己承认那个字很复杂根本不准，他说对啦，那个只是一个参考，后来我就趁他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赶快跟主席说，主席这个不能列为这个记录，他的模拟系数只是一个参考，后来真的就是最后那个专家会议并没有把他们那个模拟系数的东西列为会议记录，所以我当然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把上帝抬出来，不过我很相信说上帝真的是有用的，所以我是因为参加后期啦，那俗圈是说我很鬼点子，可这个他书上大概不适合写，我在这里亲身讲出说我请出了上帝啦，这样子。好，谢谢。有这段在书里面有，上帝这段没有，但是唐兆图这段有。有了哈，很少有这样。好啊，谢谢这个，因为丽玉是我们书里面的一个演员哈，一个角色哈，大家会看到他。那是因为他去买航照图的时候，发现原来还有这个内情。然后其实后来那个航照图四块拼起来，有一个他们用旧的航照图，所以把那个水池有没有水池，其实后来是诉讼的关键啊。那就是这个航照图是一个很关键，所以丽玉是这个永安案得以抗争成功的一个功臣。好，那个洪大姐跟文景要离开了，好，谢谢，谢谢。那我们是不是还要请另外两位先分享，还是你要请一下？好，那个因为我们就让淑君压轴哈，那让淑君压轴，那个草山文史联盟的温海珍文女士，有没有在现场？文女士 ，OK。